除了揀歌會失手，有時做 live 都會失手的，所以大師姐妹姐就同佢三個愛徒決定要送大家一本《執生大全》。喂，好平淡啫喎，冇乜出錯噃。梅艷芳出場啦！哎呀，點解會跣低呢？哎呀，一招將計就計，攞翻個埃及妖後 pose 喎，跟住佢哋左插花，右插花，跟住抬翻佢，呢招叫做步步高升。啊，果然瞞天過海噃。咁啊，照計係好 easy 嘅啫，冇乜特別。梅艷芳同草蜢仔，我諗你哋要揾啲難度高啲嘅嚟俾我睇睇啊！常常用血战，军队也敢讨厌。睇下今次边个哈碌先。哎呀，跌咗支咪啦！呢招海底捞月，难度系3.47分，执翻啊！不过，咪支咪握咗，点算？草蜢仔洗个眼色，你估下写招乜嘢呢？移形换影啊，压得几合时喎。呢招算是咁啦，哎，爆胎走光，草蜢仔一个二个走在遮光啦，啊，呢招叫做儿童不宜，大家都冇得睇啦。无力步行在门外，人人为我